第19课，你没看出来吗？ Lesson 19. Didn't you recognize him? 课文一，在家。Text 1. At home. 女儿最近喜欢把头发放在耳朵后面，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样可以使她的脸看上去漂亮一些。我最近觉得她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女儿变化不小，她小时候喜欢短头发，像男孩子一样。我也想起来了，她现在慢慢的开始像个女孩子了。生词 New words 耳朵脸短课文二再看照片 Text 2 Looking at a photo 上次我们参加骑马比赛的照片我选了几张洗出来了快给我看看骑得最快的这位是谁？你没看出来吗？他是小刚啊。怎么看上去跟现在不太一样？他上班穿西服衬衫，比赛的时候穿的是运动服。他今天穿蓝西服，看上去像40多岁。还是穿运动服让他更年轻。生词 New words 马张卫蓝课文三在小丽家 Text 3 At 小丽's home 我们一年没见面了吧听说你都有女儿了她多大了她去年秋天出生的刚过完一岁生日他喜欢什么？我送给他。他就喜欢听他爸爸学鸟叫。哭的时候，只要他爸爸学小鸟叫，他马上就安静下来了。啊，这个礼物我没办法送。生词 New words 秋天过鸟哭课文四 Text 4这次旅游我去了不少地方每个地方都让我非常难忘我先去看了黄河黄河是中国有名的大河我坐在船上一边看一边照相一路上经过了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我想快点儿把照片发给大家，叫朋友们也高兴高兴。生词 New words 黄河船经过练习一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Exercise 1. Read the following phrases and sentences aloud. 一、短。很短。短头发。短一点儿。他小时候喜欢短头发。二、蓝。蓝色，蓝衬衫，天很蓝。他今天穿蓝西服，看上去像40多岁。三，过，过生日，过节，过周末。他刚过完一岁生日。四，船。一条船，坐船，船上。我坐在船上，一边看黄河，一边照相。
五，经过。经过超市，经过图书馆，经过一条河，一路上经过了很多地方。